他还没长大。还没啊，我觉得他在动，一个快要开了。啊，张博彦的花慢慢再打开了。这一朵还没打开。然后我先拿一朵来，另外一朵还没好。你有折吗？有啊。哦。我的好慢呢、哦。要等一下，要等一下，要先给他喝水，要给他喝水，不要动，你不要一直碰啦、啊。给他慢慢开，我开嘿，我开了。他要喝水啊，喝了水他才会慢慢开花。